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康利，张宝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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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子命硬，皮实，没什么大事，放心吧。那怎么到现在还不行啊？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头有点疼。你来干嘛？那坏皮呢？抓住了吗？没有，估计是掉下山死了。我们把情况汇报上去之后，警察同志特别重视我们，马上进行了排查。初步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什么？假的四舅爷就是老东狗子。他在千百山这一带是以轻狠手辣出名的导演，干过不少采编界的事儿，但是因为形势警惕一直没落网。这家伙之前也蹲过几次大牢，十多年前因为伤了人才逃到千百山来的。你四舅爷住的偏，又是独居，鹰屯就没几个人认得他。更重要的是还瞎了只眼睛。老东狗子需要身份生存下来，应该是动了心思，一代逃江。怎么这样啊？想啥呢？有点奇怪。哪奇怪了？还是那个问题，老东狗子一早就跟林邦说好了，可当时地质队都不确定天坑是否存在，他凭什么就知道？他怎么就知道马殿臣的宝藏一定埋在下边？他真的就只是倒爷这么简单吗？会不会他还有什么别的身份？不知道。这个问题可能等到我下去之后才知道了。呸呸呸，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行了行了，你没事儿我就先走了。小红果，你在这儿看着他，老高那边一直让我回去签字呢。好。你小子悠着点。
我渴。我去给你倒。小心点。谢谢。我饿。你再忍一会儿，菜快送饭来了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我想吃苹果。哎，你先别吃，先给他吃吧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削啊。谢谢。凭什么呀？神鹰图被偷，是你和队长的主意。其实，他藏神鹰图这事我也不知道，我还干着急呢。就是为了引出劳动狗子。这事儿我先发现的，他也是沾我的光。所以这么说，你们早就知道四舅爷是劳动狗子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叫上我？其实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抓住他，所以想着你还是留在医院里更安全一点。我有那么柔弱吗？你们说。没有，我本来想把他抓住之后再让你去派出所跟他了断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快躺回去吧，别一会儿伤口又开了。其实我还是挺感谢你的，我爸的仇也算是报了。张宝庆，快吃吧，不是说饿了吗？好。那警察找到尸体了吗？没有，估计已经粉身碎骨了吧。我说你真是命大，能在雪崩中活下来。对了，杨队长刚才问我怎么破解神鹰图，我觉得你点子多，应该帮帮他。刚才不说。行，我去。哎，你包在哪？走。你自己切吧。顺德奶奶，您也来看我啊？我看你这病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是吗？年轻人嘛，好得快。嗯，二鼻子摔伤了，菜瓜跟我回家。他摔哪儿了？严重。哎，鹰图的事儿要紧，我回去就行。行，那我完了就去找你啊。你们俩干嘛呢？站岗。你们俩先进去吧，现在是鹰图破译的关键时刻，怕有人再捣乱，我们俩就轮流守着。哦，那我觉得你们俩缺点东西，这杨烨就应该给你们配一根打狗棍。哎，这孩子。杨烨往前一点，再往前，向左倾斜一点，角度再大一点，往后，再往后。
算了，放弃吧。哎，好几天了，都尝试过了，到底有什么规律，还是搞不清楚。别呀，陆叔，怎么我俩一进来你们就放弃了？我们把这个示影图调整了各种位置，前前后后变化了多种位置都不行，这个光点还在不停地移动。这光点移动是因为太阳光在动啊，我们不要管光点。 我们只要做一个永久不动的光就好了。可是从哪个角度打光都不知道，而且这上面的光点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你又怎么了？我知道光点代表什么了。 这个光点代表玄关。可是我记录过玄关的数量，一共是87个。这儿只有十七个，你数学是怎么学的呀？不是，你们听我说完。我说这些光点代表玄关，那肯定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合着你结巴。我再想想，这些光点呢，表示的就是代表。 代表吃饭，饿了，都吃饭去吧。等等，宝琴，你说什么？说这个光点代表了玄关，对吗？没有，数量都不一样，怎么可能代表玄关呢？如果它真的代表玄关呢？ 对了，宝琴，你说对了，这个光点代表的就是玄关。对。至于这个示影图的秘密，在这儿还无法解释。那您在哪儿才能解释啊？做好准备，准备下天坑。好。 只上谈兵100次，还不如下现场一次。不是陆老师，你有什么玄机，您就直接说呗。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因为有很多因素无法解释，只有下到天坑下面，我们才知道可行不可行。走吧，分头准备。哎哎哎，瞧见了没有啊？陆叔就是因为受到我的启发，那才想到的啊。 以后重要的文件，你自己收好。不是，太瓜，二鼻子，太瓜，二鼻子，太瓜。嘿嘿嘿，找谁呀？你干嘛？啊，圣诞奶奶，那个二鼻子摔哪了？我来看看他。 二鼻子，他需要休息，菜瓜今天有事儿，啊，就都不出门了，你回去吧。
他今天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孩子真逗，别人家的事你要打听啊？啊？不是，我是真有事儿找菜瓜。找菜瓜？什么事儿？那麻烦您转告他，明天一早我在地质队等他。等他？嗯。干嘛呀？这不地质队要请客吃饭吗？他们也请了菜瓜跟二鼻子。哦，那行吧，那到时候我告诉他。哎，啊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做贼呀！想让我走，你为什么不直说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原来你一直把我当贼啊！你是说我故意设计阴图被盗？我解释过了，那不是为了引出劳动狗子吗？除了劳动狗子，最怀疑的人是我吧？所以你才当着我的面故意把神阴图转移到你自己的抽屉里。整个地质队只有我看见你转移了神阴图，为什么？试探我？还是右边有头图？对不起，他们都是跟了我很多年的队友。所以你认为我是打入你们内部的奸细？我告诉过你，我给你们的信息远比从你这儿拿到的多得多。你不信任我，我可以走。真的对不起，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万金之国，好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。淑芳，奶奶，奶奶，你让我出去啊！奶奶，奶奶，你让我出去，你开开门啊！奶奶，奶奶，二鼻子。你跟奶奶一起骗我是不是？你把门打开，我知道你在门外。你捂着嘴巴也没用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开门！奶奶逼我在这儿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先把门给我打开。我没有钥匙，姐，你想想，奶奶让我在这儿看着你。再把钥匙给我，那不脱裤子放屁，没事找事吗？二鼻子，爹娘就在天坑下面，你说我去不去？
我知道你为啥要去。那你把门给我打开啊。可是就算你去了，爹娘他也回不来了。二鼻子，爹娘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吗？不想。你就这么贪生怕死吗？我是怕你死。二鼻子，二鼻子，太好了，就是他，就是这束光，终于出现了。杨烨，啊，来，快拿着，哦，拿着。看见没有？我就说岩壁上有光吧，啊！行了行了，你最厉害，服你还不行吗？光点怎么不见了？这角度也不对啊，应该把这光反射到峭壁上。哎，陆叔，我说你怎么出门还带个镜子，那么暧昧啊。陆叔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！我说呀，杨烨，你们俩就是太着急了。通过镜子的反射，光线增强了。陆教授，您真有一手。来这儿的路上，我就在一直琢磨，怎么样才能利用上这束光。可是陆叔，你这光线的位置不太对。根据这两块石头和光线之间的距离。神鹰图，神鹰图位置应该是对的。陆教授，杨烨，宝兴，快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反射点，马殿臣早就为我们设计好了。二比四，你这拿着斧头干什么去？哦，我去劈柴啊，奶奶。劈柴？劈柴应该往那边走。你说他们那伙人在研究什么呀？他们是在破解神鹰图，不懂别瞎说。哎，大哥，你说这神鹰图它咋就那么难看懂呢？这古人也是啊，真不嫌麻烦。行了，别废话，
咱们就在这猫着，让兄弟们别拉断。你们几个都给我盯住了，别睡觉。知道了知道了。这下子是彻底没戏了。从光线的角度来说呢，现在只剩下太阳的东升西落对这个光源的影响。我同意宝庆的说法。小丁，老高，你们辛苦一点，随时关注这个光源的位置变化。好，其他人视线范围内休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像有你这样专业素养的地质专家，将来大有可为。我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平台，还有资金。更大的平台？我没明白。或许有一天，你能成为世界地质舞台上的一颗星星呢。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吗？哇，死木头也有谈情说爱的时候。鼻子，奶奶去给人看病了，我真的没有钥匙，我只能这样。姐，你真的觉得我狼心狗肺，一点都不在乎爹娘吗？不，姐不是这个意思。爹娘已经不在了，万一你去了，你也出点，我怎么办啊？奶奶怎么办呀？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我的万金之国再找不到答案，我就不找了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这次不行，你得守着门口。等会儿如果奶奶问起来，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自己砸了门跑的。可是我担心你自己去。可是要咱俩都跑了，奶奶一定会急坏的。你陪在奶奶身边，她能安心一点。走吧。大家给我做好吃的，等我回来。这。Thank you.
你们快看啊！天哪，他终于出现了！就是这条路线，他终于出现了。宝庆，你立了头功。嗨，那是当然。陆老师的功你也敢抢啊？那几口棺材，就是最终的攀岩路线。那上面那个，应该就是入口。走，去看看。张宝清、商雪荣，你俩戴头盔，其他人原地别动。啊，小丁，啊，请，啊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啊！好嘞。二鼻子，奶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干什么呢？我陪姐姐聊天呢。聊天？嗯，聊天为什么还发抖？我有点冷，奶奶。我看你是紧张了吧？啊，我不紧张啊，我紧张什么呀，奶奶？靠边。院里的马不见了，你的弓箭也不见了，是你帮你姐逃跑的吧？你们俩的命我是管不了了，从今往后你们都别再叫我奶奶了。哎，别呀，奶奶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打我们也行，骂我们也行，就是别不要我们啊。奶奶，我的亲奶奶，好奶奶，您别生气啊。什么都没有啊！我下去看。
看看。哎，把面具戴上。这玩意儿不用戴。小心！哎，小心啊！哎，张宝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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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什么事了？张宝清被关在里边了，棺材自己关上了。张宝清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陆叔。熊荣贤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里边到底什么样？就是这口棺材，只要人一进去，棺底就会翻转过来。底下一条隧道，只能一个人进出。棺盖、棺体都是相通的机关，一开一合，不出所料，这个隧道就是通往万金之国的。找到入口吗？找到入口了！太好了！你们看，万金之国终于到了。原来真有这么神奇的地方。爸，我找到万金之国了，这就是你拼尽性命在寻找的地方吗？走。就都会有这种桥啊！但凡是有这样的桥，好像也会有死人的呀。谢谢你们俩，能不能不咒自己啊？你怎么不说看到这种桥象征着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跟智慧呢？外加不怕死的精神。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个湖为什么木片掉下去都会沉底？难道这就是鬼湖？鬼湖？在千本山有种湖，传说要吃人和牲口才不会干枯，这里的人都叫它鬼湖。我看这湖水表面上平静，下面很可能有暗流。所有人都扶好了，跟紧我，注意安全。跟紧我们。队长，好嘞。撑住啊，撑住，撑住。站好。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陆叔，
我说要不咱们上去看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吧。先在下边看看吧。多半就是祭祀的香火。那可不一定。这鼎腹有火烤的痕迹啊。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有些文字。这些文字看上去像金文，但又不是，很可能是外族的文字。我可以猜一个大概其意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里写的是神光庇佑的城池。当心点啊，跟上，当心点。能找着金子。